各位观众朋友们，现在第二在开车，防疫视同作战呐、啊。今天就是我们台中的几个 YouTuber 约烤肉这样，我们是约五点，没有没有。那我们现在5:03，因为第二来载我时间太晚了。塞，你看那么塞，我要怎么过？你看那个人还叼烟，快点检举他。好，检举他。到达了，老哥，我们现在已经到那个他们的工作室这边了。乌鸦他们上次派车跟那里，车顶直接都把它弄掉，前面有个恶棍的恶。呼什么？哎，光头先生。恭喜你拿到奖牌，恭喜！空间太大了，还没有上映，哇，还没上映的嘞。今天早上才拍完。阿进，知道到，没有，这样丢什么？闭嘴！嘿嘿嘿嘿嘿，生日快乐！你没有吃到，没有吃到耶！哇，这怎么帅？咸咸的时候印的，你随便咸咸都印那么大只出来啊？真的？哎，我知道这只泥豆子在里面。小姐们工作室太屌了，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职业摄影师，我们本身器材就很多。这是你的奖牌吗？不敢开，我开了我怕我会哭。不会哭啦，怕他哭帮我们开好，我们特别帮你准备一个 Osmo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啊，你 Osmo Action 就直接放在这边。哦，我帮你准备好了。你怎么直接拿这个？曾经的代理商，这个是 3D 电影，然后这个是九妹送给鉴宝的，这个是我之前帮桃园捐的设计。这是你设计的？对啊，桃园机场那个吗？对啊，对对对对，量产。你看我们频道有一个女生，她外号叫桃园机场。拜，哎。剪头发了，对啊，干。为什么你会贴？这里在中华电信公司。我听说了，特地买膜。听说特地买过来，还会赶快绕路，太糟了，右转买膜。你要鉴宝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。阿进的岛屿好现代哦，好看吧？对，这边都是躺着等吃的。鉴宝，哎，明天五点记得哦，然后自己5:40才到。出发出发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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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多一点啦，多一点。阿虎在哪里？这里啊。哦哦哦，他不能。这惊喜版的。那中了就中了，中了就要吃完，你要跟吃完哦。他有那么可怕吗？哇，真的害怕的，其实他是特别怕。哎、欸，他动作都一定有问题了。没有问题啊！这个枪就是都是你儿子。哦，干！哦，哈哈哈哈哈！来了。来，你来。剑宝太强了，剑宝太强了，都快！我怎么可能刚刀上一口没事？你们跟我吃同一包吗？一样啊，一样。跟那样吃同一包吗？又没有一样。同一包？没有一样了。啊，我在哭。没有要，我在哭什么？是我问题还是他们有问题？他们有问题，这是最大的。对，是没有问题。你为什么可以一直吃？你用到了，你确定？你到底是真的假的啊？同一包吗？你是换包了？鱼干的惊喜包，这很惊喜，很惊喜。哎，等一下我先吃看这是不是那个？没有。哎，正常100倍啊，正常的，这不是。吃到你味道怎么办？好吃。你吃到你味道，这才人类味道。你在那边闹。你们为什么可以笑笑说太辣了？还 hold 得住，我蛮以为 hold 得住 ，hold 不住。因为那个芥末的味道就是平常摄影片芥末的味道。准备期中考，拜拜。大人是不用回去考期中考的。没错，在那边。现在大家都在里面玩 Switch， 外面在考第二通了。我们现在要离开小杰他们的工作室了，我再亮个包吧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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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拍片加油，拜拜，加油加油。